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以笼罩时的黑夜发誓 以显著时的白昼发誓 以创造男性和女性的主发誓 你们的行为却是不同的 至于赈济灾民，敬畏真主，却承认至善者。我将使他抑郁达到最易的结局。至于吝惜财产，自卫无求，却否认至善者。我将使他达到最难的结局。当他沦亡的时候，他的财产与他有什么裨益呢？ 他却有指导的责任，我却有今世和后世的主权。故我警告你们一种发焰的火，为薄命者入其中。他否认真理而被弃之，敬畏者得名于火星。他虔诚地施舍他的财产，他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应得的恩德。 但他施舍只是为了求他的至真主的喜悦，他自己将来必定喜悦。